欸，干这很耳熟，我先猜，魔兽，天堂，谁会猜错啊？没童年哦。第一题，风之谷 ，easy。谁会猜错啊？没童年哦。越南大战。哈哈，神奇宝贝，哈哈，这我知道，数码宝贝。不是啦，我小时候我没有 Game Boy 啦。看你这样比，我小时候就没有 Game Boy。皮卡丘沙滩排球，小朋友起打交，仙剑仙剑仙剑，啊哦，魔力宝贝，欸，魔力宝贝在玩什么的？小时候没有玩过魔力宝贝，谁知道啦？这好歹你也放个那个土地公的声音来听听吧。嗷嗷嗷！这个就真的是嗷了吧？嗷，我也没玩过啊。老公，我要去当兵了。轩辕剑，谁玩过这个啊？看老人才玩这个吧。欸，干这很耳熟，我先猜，魔兽，干天堂，谁会猜错啊？没童年哦。这一定是什么三国还是什么小的？世纪帝国，没玩过，没玩过，没玩过，只玩过世纪争霸。十一题对三题，哎，你也太快，你也太快，那个干嘛？他正在听而已。谁玩过？谁那么宅啊？干电脑，你是电脑科都在玩网页游戏。谁那么宅啊？干。南方四剑客，我就宅哦。阿皮亚打坏人。干。啥？越南大战，一百大战，格斗天王，大声什么？吓我一跳！哦，马里奥，坦克大战啊！看这个也好耳熟哦，萨尔达，萨尔达那么久之前就有了，我还以为它是 Switch 的游戏。史瓦特大晋级，那也太怀念了。办公室偷情，看玛丽哦，靠腰嘞，谁知道啊？你好歹把音乐播完再揭晓答案吧。B 计划抓到偷情，没
有没有没有没有偷情，没有偷情。炸弹超人。Chinese 空腹。这傻小啦。谁知道啊，超时空要塞。超烂，没有童年，真的没有童年。我童年在玩，都在玩风之谷。这个完全没看过，街头小子。哎呦，魂斗罗啊，都给。不是你们小时候这么有钱都可以玩这个、哦？看小时候我家那台电脑，我还要给它扇风吹电风扇，它才可以跑得动。你都玩过这些游戏？猫抓老鼠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好耳熟。俄罗斯方块，这我超烂。小子、欸，干这你们会？我不相信。洛克人 X， 这个我有玩过，这个我玩过，这有点印象。洛克人 X 这款有玩过，那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东东，我忘记什么了。好久了，干我国小的时候了吗？我想到吹那个卡一下，没有吹到里面整个都口水，吹到里面整个口水，狂吹那個卡夹。勇者斗二龙，呜，看你长得太丑。这个你们会？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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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泡泡龙，这傻小啦。你都瞎猜，不是我就没玩过。雷鸟，干这超好玩，一生一定要玩一次这个雷鸟。还有大富翁三哦，干这个游戏配乐都好复古哦。马戏团，这个也是，看你们也玩过这个。坏利欧世界，这个什么啊，好丑哦！看好多黑白游戏哦。火爆机车赛，四十题能够答对几题？我大概答对二十题啦，差不多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你只对风之谷，知道我小时候都玩风之谷，小时候就是狂玩风之谷，就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的。